诗篇三十四篇第一到第十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俄罗伊的话的确常在我的嘴中，我的心的确因为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起就要喜乐。恁甲我着称颂耶和华最大，上个高举伊的名。我把祈求耶和华，伊就应允我，叫我脱离了一切的惊吓。凡仰望伊的，便有光荣，因的面的确无蒙羞。我在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叫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使命安营搭救因。恁着试试主恩的滋味，便知影伊是美善。投靠伊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民啊，恁着敬畏伊，因为敬畏伊的一无所缺。小众撒亚也缺失灵药，但祈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拢无缺。阮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一直甲你的儿女同在，你甲阮中间，只是隔着一道基督的墙。阮希望有法通亲像合那的信心，以行切的基督，最终蒙你祝福。也希望我通有撒摩尼的决心，当伊明白你的好调。最终唯心在你的好中，面对新的一年，阮求你帮助阮，亲像合那一样无停的祈祷，啊，亲像撒摩尼一样专心专意的顺服。果然是新冠肺炎的病例每日加添，阮求你赐阮安静甲顺服的心灵，伫每主日拢来敬拜你。阮毋知影什么时阵，你的儿女才有法通实体聚会来欢喜快乐的敬拜你，并甲基于的信徒相交。但阮祈求你赐予阮吞忍的心，倚靠听候你，和你的话常伫阮内面。使阮亲像撒摩尼的敏感甲顺服，虽然伊迄个时阵也未认捌你，但是你三摆会呼召伊，伊毫无厌烦会走到伊你的身边。所以圣经讲，撒摩尼长大了，耶和华甲伊三合之地，和伊所讲的话一句拢无落空。是的，阮如何盼望？你永远甲阮三合之地，阮也要常伫你内面。愿以马内利
彻底会改变阮。阮阿罗祈祷是奉靠阮信实的中保耶稣的名，阿门。咱即时用主加难的祈祷文三合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亲像行伫天顶。阮日用的饮食，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无叫阮拄着试探，救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是你的，直到代代，心静所愿。各位兄弟姊妹平安，金家基督是咱基督徒基本的属灵操练。吃着金家基督，咱甲上帝亲近，祈求伊的面，明白伊的旨意。耶稣伯讲，新郎甲陪伴的人同在的时阵，陪伴的人简单哀痛呢。但日子要到，新郎要离开因，迄个时阵，因就要金家。伫金家祈祷，咱要刻苦己心，谦卑来到上帝面头前来向伊祈祷，为要得到恩惠怜悯。伫金家祈祷中，咱祈求上帝的面，上帝因应允，凡啊称为伊名的子民，若是自卑祈祷，祈求伊的面，上帝就的确阿喜听因的祈祷。吃着金食祈祷，咱祈求伊的面，得到伊所赏赐予咱的能力。伫金食祈祷，咱祈求上帝的旨意，因为金食祈祷，予咱的心灵安遐来敏感，予咱的心安遐软去，直直听心灵向咱讲的话，直直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祈祷。吃着金食祈祷，咱唔呐有甲上帝建立了一个真好的关系，咱有法当将福气带予别人。伫正个尾，就是24号到28号，是咱教会的金食祈祷周。我伫遮鼓励并挑战兄弟姊妹来参与这个属灵的挑战，请咱备办心，按着心灵的感动，欠在。金家一顿、两顿、一日、两日，甚至4日到5日，让咱一齐来学习、来经历咱的上帝。各位兄弟，您好，平安。今仔日的经文有比较较长，所以需要咱每一个人的注意力。咱查甲来辨别为虾米上帝答应一个伫圣殿中服侍的新手，也加一个伫圣殿长久服侍的老仆人。根据顶礼拜的信息，蔡牧师有甲咱分享淡薄。特别伫第二章，咱会看到啊，这是伊利虽然教训伊这两个囝，唔通得罪上帝。但是因并无听老爸的话，伊还继续做歹。上帝对伊利讲什么？上帝就该讲：伊利尊重囝，家己尊重我。因为伊利容忍罪恶，无能力阻止这两个囝的恶行，上帝就想要毁掉伊的家，然后另外拣选适合的人起来。在今仔日的第三章，上帝已经找到一个伊答应的人，伊就是撒摩尼。所以今仔日早起的主题，我该叫做撒摩尼受呼召，伊利家受毁掉。咱稍甲来注意看，上帝为虾米拣选撒摩尼，然后毁掉这是伊利。请将咱的圣经继续拍开。咱会一节一节来看，咱若看上下文啊，
第二章，哦，就是讲到伊你的这两个囝的恶性，影响了什么？回无来道德方面的对落。但是今仔日的第三章接续讲圣殿内属灵光景的荒凉。为什么荒凉？咱等下详细讲到。因为伫第一章的开始就会予咱知影讲啊。遐个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无常有默示。因为当这时，伊利亚对伊两个囝的教训方法啊，也上帝受气，上帝话就无搁加在啊听见了。哦，为什么会安尼？为什么上帝无搁向人讲话？其实毋是上帝无想要甲人讲话，而且是人无爱听上帝的话。特别是属伊的人，单单啊，咱会看到伫一个伊利两个囝的身顶啊，因就是安尼做，因故意无要听上帝话，因继续做因爱做代志，就是一个贪婪甲犯奸淫，哦，阻碍了上帝对因讲的话，所以上帝无搁甲因讲话了。亲像伫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的头一句话，安尼讲：无异象，哦，百姓就放肆；哦，无异象，异象就是蔑视；无蔑视，百姓就放肆。哦，当时啊，就是安尼的情形。上帝百姓无异象，四方的人就失去正确的目标、正确的方向，安尼就会产生真多混乱的代志。虽然是安尼，咱也注意到这项代志。当时百姓的属灵光景是遐尼黑暗啊，连伫为着百姓的将来，上帝也无绝对停止讲话，啊，并无完全停止讲话。虽然伫这种混乱的时代，也阁有人会通听，要听上帝咧讲话。这就是记载伫今仔日刷落去诶几则经文，哦，啊描这个啊，特别是伫第二则，它描写伊利甲撒母尼经有被逼困咯。哦，第三则它讲到什么啊？上帝顶也未失撒母尼已经困咯，因为侍奉上帝的人啊，也陷落咧困咯。啊，亲像一个老人，搁一个囡仔，啊，这两种人啊，拢需要困，啊，因困的时间应该着比较长，因为因需要。但是因伫圣殿内，哦，咧困，无人会通搁去侍奉，就是去啊，将即跩灯油啊，搁加添，所以迄个灯就特别熄。但是按照上帝的规律啊，圣殿的灯不应该什么熄的，哦，就继续点着。不过啊，这个第三节啊，甲人讲啊，上帝灯特别熄，这表示什么啊？就是圣殿内的荒凉。为什么会安尼？因为啊，我头前有讲啊，伊利已经老了，撒母尼也个囡啊。哦，这应该也是伊利的两个囝的责任嘛。但是因伫倒落呢，哦，因伫倒落呢，这就和圣所荒，这就是和圣所荒凉的原因。哦，主来兄弟，今仔日咱的念经是怎样？是毋是甲当时伊利两个囝迄款的态度呢？啊，唔忘咱毋是安尼。哦，但愿上帝啊，伫即摆疫情中，啊，怜悯咱，予咱会通伫今仔日的信息当中学习功课，接着伊的话语继续向咱讲话。我来到第四节啊，耶和华头一摆呼唤，还是呼唤哦，撒母尼，虽然撒母尼啊在困，但是当伊听见呼叫的声音啊，第五节啊，讲伊什么？走去到伊利的面前，我问伊讲：我听见你咧呼唤我，我伫遮。
伊你讲啊，我无呼唤你，你去困吧。伊就个加再去困。第六节啊，讲耶和华第二摆呼唤伊，同样撒母呢就走到伊你的面前，问伊讲啊，你呼唤我，我伫遮。伊你照顾啊，伊你讲我无呼唤你，你去困吧。撒母呢啊，就我倒当去困。咱会看到啊，上帝虽然一摆过一摆的叫撒母尼啊，伊撒母尼一直也做是以利伫咧叫的，因为第七节头咱一个，就互咱知影一个原因，哦，安尼讲啊，迄时啊撒母尼也未明白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表示，咱想看卖。伊你的两个囝伫会幕内服侍遐尼久，却无明白上帝。撒母尼伫上帝殿中只服侍了差不多十年久的时间，但是要上帝啊开始对伊讲话了，因为上帝有先明白了撒母尼。我做了下子，今仔日。啊！你我真多好顶的人，是因为上帝有先明白咱，你同意吗？我相信啊，你甲我同心，所以啊，所以伊才会什么啊？才会甲咱讲话，因为上帝拣选咱。啊！上帝叫什么呢？啊，一连串啊三拜，啊撒母尼就走到伊利的面前，这显明啊，撒母尼的一种习惯。哦，伊因为伊服侍伊利已经一段时间了，伊就是安尼，每一摆伊利咧叫伊，伊就安尼照做。因为伊利年纪已经啊太大了，所以啊，当时伊的目睭也是花了。个伊个啥物啊？头脑也有淡薄会钝咯。所以当撒母尼啊第三摆来到伊面前个时啊，伊哩突然间啊明白，这是上帝伫咧对撒母尼讲话啊。等一步，等一步，上帝应该是甲伊若有啥物信息啊？上帝应该是对伊哩讲，毋是对。撒母尼讲，因为伊哩比较较成熟，根据上帝做法啊，咱会看出啊，上帝拢是对所有谦卑啊敬畏伊的人讲话。上帝毋是按照哈、啊、你的年岁，啊是你也成熟，啊你有能力，啊是你也高，啊是你有地位，哦、啊、来看待一个人。所以啊，你甲我需要有庇护啊，凊彩时啊，随时随地上帝拢会拣选你，啊，还是拣选我做伊的发言，啊，为伊来传达伊的信息。但是咱啊心，咱啊无心追求伊啊，伊就会安静。咱啊常常啊追求伊啊。伊就的确回应咱。啊，国书第四章啊，第八节的头一句话安尼讲：，恁亲近上帝，上帝就的确亲近恁。我相信咱真侪人拢经历到这一点。伊哩有一个特点啊，我唔知恁有看到。伊虽然知影上帝伫咧有备撒母尼哈来代替伊这个职分。伊却无感觉到唔甘，反正啊，伊阁劝勉两个撒母尼啊，来务必撒母尼担任这个神圣的职分。而且，咱会看到伊哩的做法是予咱谈钦佩。哦，伊对上帝无任何的怨叹，还是怨妒。啊，伊袂想讲为什么上帝要将一个啊一个比伊较年轻的。啊，无够热经验的来代替伊的职位，反正啊，伊哩啊，
多卡萨摩尼啊，安尼讲啊，当恁啊听到耶和华咧叫伊，哦、啊，就是这个耶和华那个啊呼唤你啊，你就讲耶和华，请讲仆人应听。伫遮萨摩尼啊，受教导啊，着以家己啊为上帝啊，还是为家己做上帝的仆人。务必听从上帝话，并照伊的命令去行。虽然撒摩尼开始学习侍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在献祭咯，还是崇拜仪式啊的理解啊，拢已经差不多清楚了。但是伊也阁欠缺一项，欠缺什么呢？就是明白上帝的声音。明白上帝的声是应该常常甲上帝有来往、有交往。咱才会听明伊对咱所讲的话，这表示哈，咱逐日有甲上帝互动、互动，啊，知影伊咧对咱讲啥物，啊，就知影伊对咱有啥物期待，咱就会通以祈祷来回应。哦，主来兄弟，假使咱清楚明白上帝话。然后伊啊定义安排一个比咱啊比咱搁较优秀的人来代替咱的职位、职份，还是职位，咱肯顺服吗？咱肯顺服吗？咱已经看到伊哩的缺点，甲今即阵一个优点。即时，咱三甲来看撒摩尼的考验，会通过啊未？哦，咱对第十节到十四节，咱三甲看。上帝啊，一共有四摆会叫撒摩尼，哦，这表明上帝是一位体贴，哦，都是出自贴心的上帝，因为伊明明知影撒摩尼是一个。年轻哦，个囡仔真侪项代志唔知影，但是上帝也会通体会一个无够格个经验个人。哦，上重要个是伊哦，撒摩尼纯洁个心，哦，撒摩尼个纯洁个心，咱感谢主啊！这一摆啊，啊，撒摩尼啊，无亲像前三摆啊啊，一直走去一个伊利的面前啊，而且是照着伊利甲伊怎样应，讲，请讲，耶和华啊，请讲，仆人敬听。咱注意啊，咱会通安尼讲啊，咱会做得安尼讲啊。亲像这个啊，仆人哦，这里仆人是代表撒摩尼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哦，啊，一个敬听，敬听是撒摩尼聆听上帝话的态度。所以，这个会通和上帝应的人啊，伊一定会学下上帝和伊的功课。哦，啊是要学下上帝和伊的功课。上帝伫咧找是一个晓得敬畏伊的人，聆听伊的话的人，然后并顺服伊的人。今仔日服侍上帝的人，若无徛伫仆人的地位啊，佫无存着一个敬听的态度，伊几乎啊袂受用作上帝器皿。哦，这唔是全全指着咱，阮遮即遮啊做团队的牧师的，也是教会领袖，却是包括每一个属意的人。哦，所以啊，今仔日的信息啊，唔是只呐咧甲遮所有教会的领袖，也是团队人牧师，包括你属意的人，上帝咧甲恁讲话。咱讲话，
求主怜悯咱。上帝本身对撒摩尼讲话也是一个新的经验。在这个头一摆，上帝向撒摩尼讲了一件代志。在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啊，甲人讲，我指着以你的家所讲的话，到了时阵我的确常常应验伫以你的身边。我捌甲伊讲，的确永远降罚予伊的家，因为伊知影惊罪孽。自招就做，却无禁止因，所以我向以你的家起誓讲，以你的家的罪孽，虽然现在奉献怜悯，永远无法通得赎去。第二章，予咱知影，以你无禁止啊，惊会做唔对，自招就做。伊了做献上礼物，就会通遮盖一切。但是伫第十四节，呾真明显个甲人讲，伊你个家个罪孽，虽然献祭啊，奉礼物哦，奉献礼物，永远无法通得赎去。即句话也是真严重啊，予咱啊看到，凡故意无听从上帝命令啊，无论是献什么祭，也无法通赎罪，也无法通得到上帝的悦纳。这是古约先知一再传讲无变的信息。这也是讲，以你以你的家这两个惊的罪啊，无法通用献祭来弥补。因必须面对这个严重的刑罚。所以上帝啊，唔单单啊，经过因一摆两摆啊，乃是啊，甲予因啊真侪摆的机会来悔改，但是因犹原无听探。但是咱感谢天父，今仔日咱那得罪上帝，伊接着伊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摆的牺牲。咱就会通坦然无辜来到伊身宝座前，向伊认罪悔改，毋是靠着任何的罪名，乃是只靠着伊为咱无比唯一的羔羊，就是伊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上帝向撒摩尼第一摆的启示，讲了一种严重性的代志，这是上帝要撒摩尼学习一个考验的功课，伊要怎样去完成这条释放的道路呢？咱看起来啊，上帝现在啊，甲撒摩尼讲伊哩个家的代志以后，撒摩尼就无过什么，无法通无面对。这个非常的代志，非常麻烦的代志。但是伊需要啊，无需要将这样代志甲伊哩讲。那甲伊哩讲，会引起什么款的效果呢？这是什么呢？你考虑的代志。上帝为什么将这种真严重的代志交托什么呢去做呢？咱前面有讲到，这是上帝要给撒摩尼学习考验的功课。上帝唔单啊，甲撒摩尼讲有关伊对上帝对伊哩啊这个白囝的受气甲审判，上帝也要撒摩尼将这些话实际照实去甲伊哩讲。你看来。上帝要的是忠心传达伊的话嘛，是一件非常无容易的代志，也会受了人无欢喜的代志。因为咱知影，人人拢欢喜爱听好消息，
唔爱听歹消息。主来兄弟，你宁愿徛伫上帝这边，还是人迄一边？咱想看卖，咱来看煞落去啊啊！十摩尼，伫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十摩尼啊顺服。十摩尼伫得了上帝话以后，伊就觉得内面非常的挣扎。哦，第十五节他讲啊，伊唔敢将这个历史甲伊哩讲，因为十摩尼啊，真侪年侪年以来啊，一直拢伫伊哩身边伫遐学习服侍。啊，伊哩也款待伊啊，亲像家己个囝。但是有一个问题，十摩尼也伫一种邪恶个环境中生活。哦，就是这两个青年这是啊，的生活之间啊是何等的败坏，所以啊，伊唔知影到底着怎啊做，但是感谢主啊，上帝为撒摩尼啊开路，伊也未讲话的时阵，也未甲伊哩讲的时阵啊，伊伫咧长途的当中啊，上帝和伊哩相问，哦，安尼讲，哦。啊！伊哩问啊，问撒摩尼啊，安尼讲，耶和华啊，对你讲什么？你唔通向我隐瞒。你若将上帝对你所讲的隐瞒一句，啊，愿意当当的讲发乎你。伊哩所讲的话，啊，可能亲像咧惊，还是威胁这个撒摩尼。事实上，在上帝面前，人若无忠心，传讲上帝话，一定惹上帝的受气。咱知影伊哩虽然老了，但是伊毋是戆，哦，伊心内真清楚，耶和华叫撒摩尼一定啊，有关伊的家内代志。事实上，伊哩应该知影啊，上帝对伊个人是想过无满意，想过无满足，搁受气，伊一个家，所以伊哩安尼向撒摩尼啊问上帝，何伊的启示啊？表明撒摩尼可能亲像一个小先知，哦，伊咧求这个撒摩尼底下甲伊讲上帝甲伊讲什么话？撒摩尼若无讲，就袂配得做上帝发言人，当时啊会得罪着上帝，啊伊若讲就会得罪着伊哩，会乎伊哩无欢喜。这是上帝啊要试这个撒摩尼啊，是毋是伫这种严重性诶代志顶啊，伊会去做啊袂去做？上帝就是接着这个情形。何撒摩尼真严肃地来学习怎样做上帝的发言人，这个想要做上帝的传达人，必须照上帝所讲的话去做，是上帝要讲的话，一句也不会做得文话无讲。上帝若无伊讲的话，一个人一句也袂做哩凊彩讲，明显呢，伫迄个罪恶的时代，要做上帝仆人是无简单。哦，因为先知所传的信息，真少是欢喜的好消息呐。哦，反倒当啊，是常常传达悲哀甲审判的消息。撒摩尼啊，领受这个头一摆任务啊，是要传达一种歹消息，哦，所以上帝将啊，家己要讲的话已经交托予伊了，所以耶稣若惊得罪人，而且唔敢传讲，啊，今后啊，伊就唔是上帝所咧切人，所咧切人选咯。我先知的责任是真重，搁真困难。今仔日上帝向撒摩尼讲话，目的就是要
以代表上帝来发言。为什么你学习唔通看人嘅面色，唔通惊人受气，也唔通期待人嘅称赞？圣经开始予咱知影，撒摩尼是一个敬畏并顺服上帝的仆人。伊惊得罪上帝，也过得罪人。所以伫第十八节答案里讲，撒摩尼将一切的话拢加以立功了，并无隐瞒，并无隐瞒。这就是上帝真正咧测忠心的仆人。感谢主啊！撒摩尼已经赢过伊的挣扎、伊的长度、甲伊的小胆，所以真忠心的完成上帝所交托予伊头一件任务，就是忠实传达伊的话，这证明伊真适合做上帝的职分，也通讲啊，撒摩尼的口气啊，已经什么通过了。已经通过了，但是伊伫听了啊上帝的话啊，以后咱想袂到啊，伊有即种的反应，伊无带着忏悔心，咱无看到伊带着忏悔心，是认罪的恳切。第十八节下下半节啊，安尼描写伊所讲的话。这是出自耶和华，愿意出在家己的旨意啊来行。这句话啊，表面上听起来啊真谦卑、真顺服，但是什么啊？完全的相反，因为这并不是谦卑的态度，反倒是刚毅、唔肯悔改的表现。咱一项注意到的，不管上帝家有偌荒凉，上帝慈爱、恩典甲怜悯，拢犹原留伫一个圣殿。上帝继续予伊你甲伊这两个囝机会，通来悔改。而同样伫第二章的二十七节安尼讲，有上帝人不。奉差遣啊，向伊利讲了真严重的话，但是圣经啊无描述啊伊利向上帝认罪。现在上帝搁接到一个撒摩尼，搁一摆对伊讲话，这是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后的经过。可惜伊犹原表现不在乎的。心情，伊哩嘴顶讲得真好听，愿意凭着家己的旨意，而行。不过，伊哩真正明白上帝旨意吗？咱知影上帝旨意啊，从来拢毋是爱人什么，爱人落地狱，爱人面对刑罚。乃是伊毋忘做人的什么认罪悔改，得到伊有被拯救的方法。我捌伫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三节读过，上帝对歹人的心意是怎啊个？是虾米款个？上帝话安尼讲啊，歹人死亡，点是我喜悦的吗？毋是喜悦伊越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这正是一位有慈爱、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讲的的话。即使咱当中有人觉得咱家己是一个歹人，你觉得咱伊你所做的罪无法通得赦免。还是你觉得你是一个绝望的人，请你搁一摆听上帝话，安尼讲，歹人死亡，还是歹人的死亡，也是我欢喜的吗？
唔是欢喜伊越头离开所行的道尽决吗？伊哩些事真正明白上帝心意，伊应该照样啊用十摩尼啊，伊像我甲十摩尼讲话，对上帝讲话，耶和华请讲，国民敬听。真可惜啊！这最后的经过，伊哩也无做任何的行动来挽回伊刚毅心的罪。上帝虽然是主爱，但是伊也是公义。伊听罪人，伊却恨恶罪。最后，上帝伫这个第四章实现了伊的话。伊哩啊，一家四个人死得真凄惨。上帝甲伊哩所讲的话，每一句拢无落空。主来兄弟，咱的汤啊，可能咱的汤啊，动静伊哩啊，看起来伊可能无犯着什么大罪，哦。犯极大的罪是伊这两个囝，但是伊哩啊心做老爸，哦，伊的罪也是算是严重的。伊无真接啊用上帝话来教训伊这两个囝。反当啊圣经描述伊安尼讲啊，伊因为尊重囝，加伫尊重上帝。唔肯禁止伊个囝种种个恶行，所以一切后果拢归伫伊个身边。今仔日，咱做基督徒个，还是做父母个，要常常照主个话去行，听主个话，行主个话。虽然因着种种个原因，咱常常无能为力。但是咱会做伫搭求主，予咱能力，予咱的意志遵行伊的旨意，然后免得亲像伊哩迄款为家己的作为承担悲惨的后果。咱就知影，今仔日上帝若亲身对你讲话，请你毋通拒绝，即时毋通拒绝。咱有一位怜悯人的上帝，只要诚恳向伊。啊，认罪啊，求赦免哦。咱知影圣经甲人讲啊，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的确赦免咱的罪，洗清咱一切的不义。最后啊，第七三节十九到二十一节，上帝接着环境做就了啊撒摩尼。哦，对，伊从前一切是有伫个，现在拢已经啥物啊，完全过去了，已经中断了，所以上帝就立伊做啥物啊，先知，忠心传讲上帝话。第十九节安尼讲，耶和华甲伊同在，乎伊所讲的话一直句无落空。是的，十五年因为常常甲上帝做一下，无停的沟通。无停的交往，啊，因为什么呢？啊，唔单单是先知，伊也是这时，当时也是事实。哦，安尼上帝，接着伊所讲的话，啊，一句拢应验了。因为出自上帝话，无一句无带着灵力。对时开始啊，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啊，拢知影上帝立了什么呢？做先知。所以二十节啊，有安尼讲啊，对但告别西巴，啊，这句话上，这个意思就是指着啊，应允之地，哦，规个应允之地，啊，上帝和所有的以色列人徛伫应允之地，拢知影，伊呼召撒摩尼做先知。最后，咱也注意今仔日的经文哦，的开头。讲什么啊？当遐个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无常有别事。但是来到二十一节，
就讲到什么耶和华将自己的话立誓，十摩尼，十摩尼就将这个话传遍以色列地。意思讲上帝个继续啊，甲人讲话，透过伊先知，透过伊透过十摩尼。我即章啊，隆重有21节，有所有向你带个转变。是因为上帝找到一个适合伊心意的人，适合心意的发言人，就是撒摩尼先知。因为撒摩尼将上帝历史的话传乎伊的百姓，这是做上帝仆人上重要的性质。做传道毋是传家己的道。乃是传上帝道。今仔日，咱做上帝的女，就亲像撒摩尼一样，对所托付的职份，用心做交代，然后上帝来呼召咱。假使咱也是今仔日觉得可能亲像伊利一款的人，请咱也伫上帝面前谦卑认罪悔改。予咱有一个积极的心，来教训行离，求上帝帮助因行伫伊正道的顶面，免得上帝毁掉咱。咱三个来阿头祈祷，你俾阮主，阮即时来到你面前，你知影阮心内所想的。所遇到的，所做的，若不是合主你的心意，若不是讨主你的欢喜，求主即时将即些遇到赦免阮，让阮重新搁一摆站起来，遵行主你的旨意，听主你的声音，行主你爱阮爱着行的路。让我们听到主你的声音，通乎我们让我当将主你的话传达乎别人。主你帮助我，我知道我真软弱，但是若不是靠着你的怜悯，靠着主你的赦罪的恩典，我今日不知道要变做什么样的人。所以主，我感谢你透过今日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主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满有恩典的上帝。所以主，我们今日求主你帮助我，特别主你答应那位已经伫咧做主你心意的人，互因继续加倍得到福上加福，互因继续为主你来做见证。传达主你的信息，让更加多的人得到福气。感谢基督，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阿门。Thank you.
亲爱的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的大家庭，咱去年十二月报告有关一年一度圣诞基金的捐款事项，咱目标是定75万，就是750,000。这数目唔单单咱筹够额，也阁有剩。咱感谢俄罗斯，阁感谢恁慷慨的奉献。咱奉献收到超过900,000，就是900,000。咱总共用了778,800来买白米，通过宣教士来分送，予因区域内的1,618个家庭。我相信这1,618个家庭在去年的圣诞节，因无扛着北斗来困，咱存落的款项已经转到咱的赈灾基金，教会会阁继续向真侪遭受患难以及有需要的菲律宾人伸出咱的手来帮助因。咱的会友以及咱三个敬拜的兄弟姊妹，恁拢亲像马其顿的教会，在疫情的期间大试炼中，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恁犹原有满足的喜乐，显出恁乐意关的是一关孝恩。通讲恁是按照力量，甚至超过了力量来关注。愿咱对有需要的人的奉献，就亲像金胖的去的解谜，托咱全能的上帝的喜悦，祝恁蒙福的新年。咱这是因来阿头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听堂，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和交通，甲恁众人三个地带，对这时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阿门。Yeah.